卖给你吧哈。可以随便你买什么。那种啦，你不吃油香呗，或者啊，反正六十米多啦，你不吃不？吃啊。吃那个料的份呢？五十块钱一斤。三十多钱。看到乌龟没有？妈妈找的。妈妈找的。那就是抓的鱼。哎呀，把那个，把那个，把新鲜的。给我看，我看见了。我看，我看，那是吃的，这是礼品金。呀，这个是礼品金。爸爸，你跟，你跟特特照相呢？哎，我跟特特照个相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再跟特特，你跟特特照个相呢。特特，还有 crab， 还有 crab， 特特。嗯。好，鸡特特在这里吧，你看特特吧，看到特特没有？耶、yeah, ，特特好。你跟 crab 照相。对，我跟 crab 照相。好，你这个你跟特特照相。哎，不能动。嗯。哦 ，crab wake up， yes。crab is sleeping here。Yeah， crab is sleeping。也不跟他 wake up 啊。我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呢？Is crab wake up？ No， he wants to sleep。哦，豆豆呢？他是要吃的。哦，你要不要醒来呀？他叫他 wake up。这什么？What is this？ 这个是菜色。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菜色。